我是 Rebel，就是2017年4月5号美术馆的18:07首发测试有列超通过。应该是150是金阳双信号技术和 PP 之强，要等到他通过那双信号证都点到就关片，就这样，拜拜。150金阳双信号七度的 PP 之强，12级为 PPP 无间亲子特效。如果是有这金阳双信号频道的 PP 之前，9.3级为有无接收向谢光啊，有双信号证都点到 H 光片，10级为 PPP 无接收向谢光啊，就这样吧。